文房四宝砚为首，它坚而不弯，细而不滑，入水不沉，坠地不损，往往承载着制作者的辛勤劳作和对自然造化的情感。而扬州以七杀砚闻名天下，一方醉翁亭更被视为国礼赠与外宾。在岁月的变迁下，多少漆器匠人安静地打磨着手里的这方砚台，守着这份手艺。扬州的七杀砚在西汉时就已有制作，其制作过程虽复杂繁琐，但可存千年不朽。赵咏梅有着几十年经验的手工漆器匠人，凭借古籍记载和老辈的零星指点，承担起了传承扬州七杀砚工艺的任务。七杀砚其实工序也蛮复杂的，要是算工序的话，一道道工序，我们以前也算过的，要108道工序。与普通的砚台不同，七杀砚是以细金刚砂调以适度的色漆，修涂于木质砚台之上制成，再配以点螺工艺，这才是真正的美感所在。赵咏梅需要做的，便是给雕刻完成后的木胎上灰打磨。每次上灰后，这些砚胚都要静置阴干，待干燥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打磨工序，如此反复，直至达到要求的厚度为止。现在省到最后那是一千的，省到十的那已经等于最后磨到1500就成功了。一件漆器可以仅仅刷一遍，也可以用12分以上的力气刷上数十上百遍。这项枯燥且极其考验耐性的工作，却是漆器造型的关键。赵咏梅用粗糙的双手摩挲出无言的器物，这个时候时间仿佛变慢了。而与此同时，砚盖装饰的匠人们也在辛勤劳作着，在时间的流逝与交替之间，所有的美都等待着在最终呈现的那一刹那定格。这仿佛是一场为期数月的豪赌。砚台的功能实现之后，再加以点螺工艺，那便是作品上的锦上添花。吴凤珠入行已经10多年了，她的绝活就是点螺手艺，在行内堪称精湛。点螺作为扬州独有的技艺，因其磨制而成的螺钿片薄如蝉翼，切割成的点、线、丝细如秋毫，寻常人一见难求。各代工匠更是将点螺复杂的制作工艺视为不传秘法。扬州点螺漆器开纹细致，图像磨线清晰，漆面平整，乌亮如玉。而这其中最需要考验手艺人经验和审美的，便是材料的选择、手下的刀法与指尖的力度。但这对于深谙点螺之道的吴凤珠而言并不是难事儿。最近吴凤珠正忙着为七杀砚的砚盖进行装饰，他首先要做的便是选料。材料里的贝壳，它们的外表看上去并无太大的差距，吴凤珠便要从这琳琅满目的螺棒中挑选出适合的材料。而在挑选好材料后，便要对其进行特殊的加工处理。由于技艺的保密，原料究竟是如何幻化成荧光的色彩和细薄的螺片，这其中的奥秘所在，唯有点螺艺人之间口耳相传。这也是扬州点螺作品的名贵之处。
设计图稿中所有部件都已经完成了配料流程，接下来进入到点螺最费力也最关键的阶段，嵌片。此时的螺片并不能完全嵌入其中，根据点螺漆器严丝合缝的要求，手艺人用蘸水笔对螺片边缘进行描边，再次用针笔一点点一遍遍精修磨合，直到它们完全嵌入，没有缝隙。这不仅需要指尖之下刀法的精准把控，还需要匠人心中有话，才能一气呵成创作完成。如此，螺片的造型与颜色、漆砂砚的笔砚功能和点螺技艺，方能在漆器匠人的手里完美结合。取材自然又取巧自然，每一方砚台因为匠人们的雕琢而拥有了自己的魂魄和灵气。在制砚人那里，我们看到了坚守与创新、传承与发展，他们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所呈现出的作品，才是有缘之气、有本之气。而漆又是如何达到藏锋清楚、引起圆滑的程度？下集《指尖上的扬州》将为您讲述扬州红雕漆工艺。